今天是初十啊，莲花生大士加持日。哎，南无莲花生大士，南无伽玛巴尊者，善思如母众，难忍无量苦，意念苍生情，世世永不离。有灵性，他有泪，他有喜悲和生命。今天是2014年最后一天，明天2015年元旦，所以明天他们啊，哦，要在这边贴佛像、贴金，晚上还要敲啊，12点敲一个啊，转一个新年的祈愿钟，做种种的功德。所以我们也利用今天随喜所有法会的功德，随喜所有供养的功德，所以这样来刚刚念的集资除障啊，我们来累积成佛的资粮，消除众生的业障，祈求慈悲度，祈求三宝的加持超度啊，让众生脱离轮回。如果同情在你心中，怜悯关爱，你会感受众生存在的可贵，你的心会发出慈悲的色彩。请接纳慈树尊重动物生命，让人类动物共同过生活，净土的世界终于和平展现。这一切我们真爱是永远，让狮子与牛快乐相伴吃草，看小孩与豹游戏在大地，在人间净土我们紧紧相惜，那是你我真心寻找的家园。让那飞鸟大慈悲为由，大慈悲为由，大信愿为助，大信愿为助，大智慧为光，大智慧为光。好，观想佛塔的光，特别我们用灯，用花，用食物，用香来供养佛塔，无量无边的功德可以回向给众生。众生之所以堕落三恶道乃至鬼道，就是因为过去没有布施啊，所以我们替他布施，他有福报，有了福报进一步忏悔发愿，他就能够离苦。你慈悲的手爱杀众生，圆满净土，让那飞鸟翱翔，动物自由的奔放，那全宇宙最和谐的表白。如果同情在你心中，怜悯关爱，你的心会发出慈悲的色彩，希望你懂得珍惜大地万物的美丽。那萨曼达扎萨拉，以此功德，以此功德回向六道众生，回向六道。